着车的瞬间狼烟四起，我终于把这台40年的发动机给复活了。接下来我要准备它的全车外观件，把它生锈的零部件给修复好。这个居然是实心胎，老难拆了。颜色我挑选过很多，最终选择了你最喜欢的绿色。现在每一个零部件都蜕变了，让我非常的满意。我们下一次见面，它将是一部崭新的 A100。